你喜欢吃我就试试了，不过这个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的。我知道你喜欢吃螺蛳粉，但是我不知道早上吃螺蛳粉合不合适，所以我也做了一碗面。这样，你喜欢吃哪个吃哪个，你自己挑。我不吃了，谢谢。多少吃一点吧。知道你喜欢看《爱乐之城》，正好我们电视资料库里有，我找找。哎，找到了，反正都是老电影了，就从最经典的那一段开始看吧。事情的话，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。